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叔，行走的二次元。看我身后的静安寺，就知道我现在是在上海了。不过此行只在上海待一天，到底是干什么呢？今天晚上。好了，现在谜底揭晓。二叔今天带大家打卡人生奇旅，妙想无界，梅赛德斯奔驰 V 级 MPV 首席赞助，好奇无界米奇艺术展 B Class。今天的特展就从这开始啦！哇，这就能看到一个米奇，哇，感觉到了 Disneyland。Together with Mickey， 今天我们与米奇同行，好奇心没有边界，有一个奇妙的入口就在这里哦。据说用天文望远镜还可以看到米老鼠，我们试一试。在这儿还发现一顶这么大的帽子，你有见过吗？满面桃花呀，这可是一只非常开心的 Mickey Mouse。那么在我身后的这台 V-Class V260 长轴版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而且2020版的，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巨大的星标也已经被一个小小的米奇所覆盖，所以它真的是非常有爱。那么在陈粉丸老师打造出来的这样一台满满的爱的颜色的 V-Class， 大家是不是觉得除了商务的气质之外，它还多了一份家庭的气息和温馨呢？特展逛完这里还有这么棒的周边，赶快来看。今天在这儿发现一个好东东啊，这个真的是不错啊，非常适合我今天这身穿搭，怎么样，比我脚上这双好看多了哦。还有李宁的联名版啊，白颜色很适合我哈，但最重要的是别有洞天，感觉好珍贵的样子啊。所以不管你是喜欢米奇还是喜欢奔驰 B Class， 现在来到上海的朋友可是有福气了，记得赶快来看展。我是二叔，行走的二次元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